我们要去边界小镇，然后要低调一点，对不对？感觉一种紧张的气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要抓去当压寨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边界。你看我们现在坐这样的车，那美女姐已经累死了，刘大哥，还有谢大哥，去这里的老板家，我要坐他的车才能进去。神秘的地方了，哇，太神秘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往前方出发了。我先，哇，车子开动了，耶！我现在上来的是丽珠姐，哇，丽珠姐，还有谁？还有谢大哥，还有谢大哥，还有谢大哥，还有 Coco。好好拍哦。好，我们要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还有谢大哥，讲错了，讲错了，是冯大哥，冯大哥，冯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讲太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喽。谁当我的 Andy？ 待会录第二段，你当我的 Andy。拜拜。我们要出发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